为什么这个狐狸是个男的呀？我可满城被动啊，征服者续杀，让他砸了一下，谢谢泥豆子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直播间一个半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现在只有20来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哎，一点点 Q 一下死了，没想到吧，我生了。这些兵补没补到不重要，哎呀，还是让他给传送着最后一个兵了，烦死了。 A 接 Q 吃饼干平 A 再 A， 哎呦笑死我了。那鱼我 WEAQ 完了，下场砸了，这咋这么短呢？谢谢可爱喵的亲叔叔。真是短呐、啊！我用 Q 他一下，这咋这么短呢？谢谢鲤鱼怪。这鳄鱼啊，运气稍微有点好啊，应该据我的推断，是一只天选之鱼，天选鳄鱼。是你运气不好。是他运气好，我运气还行。抽一下 ，EAW 平 A 接双 Q 再 A， 卡他位置，平 A， 你居然敢慢点放 E 兄弟，那你肯定死了。我的炮车丢了，攻速真慢呢。吃波塔皮吧，刚好5分钟了，走了，溜了。这个鳄鱼其实不是那么很会玩，我跟你们说，正常的猴打的鳄鱼啊，其实比较难打，比较难打。鳄鱼一般不会跟你打一波，一般会耗你的血，就是你打它，它 Q 它跑，然后把你晕了，然后它开始跑，它再回血，我们不再回血，比较难打。把鳄鱼建议就和平发育就行，前期一级能杀就试试看，杀不了就拉倒。杀不了就算了。抽一下 W 就走。那假猴怎么那个色儿的呢？谢谢专门来看蓝鳞汉的飞机儿。还挺押韵这名儿。
斗地主一百万的传说是啥呀？滚！没有这个传说，只有我负十七万一波打到负五千的传说。这个鳄鱼上哪去了？鳄鱼咋没了呢？在这草丛里边呢。啊，他怎么生了呢？他怎么生的？你生的好快呀，鳄鱼。太短了这口。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抽一下，无影棍呢？修复了无影棍，没修复呀？这鳄鱼什么意思？我有点害怕啊！一波无影棍给鳄鱼大打出来了。打不过了，你着啥急呢？这不死了吗？不要着急呀。上一波他刚把E交了，这一波应该还没好。有E他也跑不了了，1533。再吃一层吧，再吃一层。好，我们无敌了。我一直想找一件装备，我想找一件装备，这件装备既有减息地，又特别的用。然后又有血量，虚虚还比较的高的一个装备，黑切，哎呀，黑切其实一般般，黑切并不幼，你知道吧？黑切其实不幼。要能有，要能卸手，再加20%减息地就好了。是不来人了？蓝枪来不来呀？抽一下。这鳄鱼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鳄鱼，好冷啊！我抽一下。EA 多少钱的 ？W 接抠。宝洁来洗纱窗来了，哎呦我山羊开泰，
有点埋汰呀，这。还行，蓝枪没有助攻。这又谁送的飞机儿啊？这怎么送飞机儿看不见呢？我看看。谢谢专门来看蓝莲汉的又一个飞，我以为卡了呢，原来专门来看蓝莲汉送仨飞机了，谢谢谢谢啊！我给你报仇，兄弟，就你杀俺们家打野呀！我操你猴子的！我们赶紧去把那个高那个一些塔给他拆了啊！蓝枪已经放峡谷先锋了。蓝 buff 有没有啊？哼，这卢仙行啊，白送，我来吧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脱落了，赶紧拆，赶紧拆，赶紧拆！脱落了，到哪能行呢？拆完去打个红的，黑切了。水银海正好我们有印性，可以啊。昨天吧，昨天不是昨天，前天，前天，前天半夜，你们嫂子在那客厅跟我说地动了，我在这儿打游戏呢，我没感觉到啊，不是。他跟我说地动了，后来发现确实是好像是动了，我真没感觉到，三点几级，半夜啊，半夜两点多钟，三点几级，哎，一般几级算是大的，八级吧，八级是不房子就倒了。打个蓝 buff， 五级就大的了，那三点几级也还挺可怕呀，我发现的。差一点就到五级了，就差一级。这里有身影，插一个啊，在这等一手维克托，他指定得过来，百分之百得来。这维克托 ，Hello， it's me。红 buff 有没有？你这瞅眼。
昨天晚上黑屏送了两个飞机，谢谢谢谢啊，感谢，那感谢一下，感谢一下专门来看蓝电汉黑屏送的俩飞机，你光说我也不知道啊。要不这么的，你再补两个啊，刷一下德莱文，真能抢人头。下一件装备我们死亡之舞试一试啊，这把蓝枪布甲还鳄鱼布甲还维克托布甲还，哎呦全是布甲还，别抢了哥哥，你们干哈呀，这老些人来上路收兵啊，中路没有兵吗？谢谢专门来看蓝电汉的飞机，谢谢谢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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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真是开玩笑的，怎么当真了呢？这里百分之百有眼，这都不可能没有眼，他们一定是吃一堑长一智的啊！我们来这边堵他一下，红 buff 马上，哎呀，这眼看见我们这眼儿。德莱文行吗？先把德莱文收了，鳄鱼来了，我们快跑！吃个药！救命救命！卢仙杀卢仙杀卢仙呐、啊！杀卢仙呐、啊！别杀我呀！永恩这位置行啊，永恩，你快跑吧！啊，快跑吧！没不着，我看见了。老板想听100万的故事，把老板封了，给个红。这把卢仙装备不错呀。我的螳螂老大哥，给个红 buff 吧，谢谢。那你还不如不打呢，你说你给打一半他回血，你打他干哈？德莱文怎么还甩了个大招呢？大龙直接拿，来，我的意思是让你们从上面下来，我没让你们从正面走，这怎么的呢？这俩人接好了，亚索点个点烟 Q 一下，投不投降？鳄鱼干什么来了？鳄鱼，哎呦我这鳄鱼，以为自己有点肉是吧？鳄鱼，
赶紧拆，拆完赶紧走。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就是能无敌的地步，知道吧？还没到那种无敌呢，快走。卢仙爱死不死吧，跟我们没关系，这我可管不了啊。我把简溪地搞满一点的吧，试一试。九头蛇出完，我再出一件简溪地的装备，看看哪件装备带简溪地的啊？简溪地，简溪地呀、啊，简溪地，塞瑞尔达。蓝盾，先走一走，不着急啊！我靠，兄弟这么猛！我这黑切，电焊工，先杀电焊工。现在叫技能极速，我知道呀。60的技能极速才等于37%。我好怀念以前的死亡之舞啊，现在的死亡之舞太弱了，不打全 AD 的阵容基本上没用，没有用。你可以不给我加魔抗，但是你应该把这个改成所有伤害而不是物理伤害。眼儿多是吧？你再放，我一会儿再拆。你等一会儿，一开始就是这样吗？不是，弱了不少。现在的死亡之舞是什么呢？所受35%物理伤害，以3秒形式，持续扣除。以前是所受的伤害会以流血的形式在3秒里的扣除35%啊，反正，然后没有参与击杀给这个回血这玩意儿了。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，你所造成伤害多少，我给忘了啊。多少可以转换为生命值，这个样子。然后加魔抗。就所有的伤害可以给你加血，无论你是技能还是普通攻击都可以加血。现在不加血，没有续航。一看这就是来人了，这人有点多呀。几个人啊？这卢仙怎么老抢东西呢？卢仙，这卢仙是个小带呀、啊！这卢仙，哎呦我得来文，有点疼。压缩抠眼儿。
抽烟咋的了？不让人抽啊？这鳄鱼挺吓人的，这鳄鱼，鳄鱼开个大招就往上走，这鳄鱼太吓人了，鳄鱼咱惹不起。去中路，推线啊！哎呦我，这蓝枪行啊，这差一点点没回上血。哎，怎么打我这么痛啊？我决定出一个蓝盾试一试。干啥去？卡了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大龙可以要，关键蟹手不加冷却，然后嘛，这蟹手如果你不打的人多一点，他也不给你加多少盾，所以这个蟹手他比较尴尬。我不知道现在这蟹手到底出他干嘛。这玩意儿的单挑几乎是没有用，而且只有血量特别低的时候才能给，还持续衰减。那杀那鱼吧呢？你像那鱼这种愣头青，他出个蟹手还行。谁下葬了？卢仙死了，这死的惨呐！卢仙，我来个蓝盾，我们还有点护甲，还有点生命值，还有点技能级数，还能有减速。怎么不按九头蛇？九头蛇现在按不了了，现在是主动，被动效果。每个技能都能自己触发九头蛇，大招不可以。撤吧，就俺们仨。去上路带线，去上路带线啊！分推呀、啊！你现在直推一路推不下来，我们这手太短了，那没有卢仙。卢仙干啥呢？卢仙，卢仙怎么不动了呢？不好上啊！哎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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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吓人了！刚才其实挺危险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猴进场不能没有 W， 没有 W， 无论是节奏还是保命就都没有。把上路一拆，游戏结束。压死我呢！给我杀！给我杀！压死我！漂亮！哎呀，好疼！
他有收集者，不行。打个蓝 buff 去，回点血。回家。我印象这把有51吗？为什么没感觉到啊？那露露变羊还是好长时间啊。钢铁合计。这应该就是不点防御天赋那个印象的极限了，63。刚才51，再加25，怎么是63呢？欺负我不会算数是不是啊？蓝盾就没用过，根本也没用啊。哎，现在如果我们比较恶心的话，我们可以不拆基地，就一直等等卢仙掉线了啊，我们再拆，这样他加不着分，他还扣分，只有我们4个人赢。